คือจะไปเด็กกินข้าวไปเลยฟังช่างเนี่ยจะมาเรียนพี่นิดขำ我们现在在买榴莲，然后老板娘说这个是不用钱的，请我吃。然后这边所有的客人也一样，都可以拿不用钱的榴莲吃，试吃觉得好吃的时候再买。超大方的啊！而且它的榴莲的果肉其实都很漂亮，它有分软一点的、硬一点的，然后都很甜。味道都还蛮浓郁的。